要讲的耶。嗯。四月之一。对，四月十三号。四月十一哦。对啊。嗯，十一才付。薪水延到四月十一号才给。为什么？嗯，钱还没进来。人家款项还没付进来，还没钱。四月十一号去拿钱。那一直动来动去，一直动来动去。我早期生貌也是这样子的、嗯，然后就开始慢慢问题来了。嗯，很像还没进。我们当初也是这样的，嗯，对。